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。今天呢，来带给大家这非常有趣的魔术。要拿到东西呢，就是一个杯子和一个小球。这种魔术是这点呢，首先呢把球放在杯子里面去，摇摇转一转之后呢，再把它放到口袋里面去啊。然后呢，我会用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小球再放回杯子里面去，速度快到我们就是简单的看到。不存在的吗？不存在的，不相信。好，我们来试一次。仔细盯住这个球，仔细盯住我的手啊！这颗呢球还在我的手上，但是下一颗呢球就跑到杯子里面去了。是的，没有错啊！球看似好像消失了，其实并没有消失，一直跑到杯子里面去了。好，我们把这球摇摇转转，把重力改成做经典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球会跑到杯子里面去。杯子是空的，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们把球放到杯子里面去，轻轻摇摇转一转之后呢，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去啊！这颗呢球还是不在杯子里面去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下一颗之后呢球依然会跑到杯子里面。这个，啊，没在听我说什么。这如果有点在里面，就肯定。能不能外面放两个外面的？好吧，来自己亲手把球丢进去。我看一看，丢进去。现在呢，可以听得到球还在这里。啊，这样我们把它摇摇转一转之后呢，放在手心里啊，自己猜一下球在手心还在杯子。手心我看，猜错。哎，在杯子。杯子。猜错。啊，其实你猜什么都会猜错，因为我是个魔术师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有两个。两个球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确实是有两个球，这个球呢，我们把它装在口袋里，但是呢，这个球看起来有点像个橙子。好，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其实我也觉得很稀奇了，这个橙子不知道哪里来的，但是更奇怪的是，它的苹果，更奇怪。现在